wanna bring you home. Hi, Nan Nan. Shelter in the storm, I'm hiding in the blue, safe between the clouds, in the blue, where I can't be found. Was a soldier in the legion, fought against the demons, fought against the monsters made of gold, but they stormed across Arcadia, following the nature, washed away the place I once called home. I'm hiding in the blue. Gentlemen, 有零点一四的话，可以送个大气啊，把福星人头凑一下先，兄弟们。 妈了个巴子，谁在想我？ 进入一级战备状态，加油，特种兵！
飞机很快就要起飞了，各位特种兵请准备。谢老哥如新的月上枝头。谢谢钱壮壮的爱心。谢谢不密的快递员的办卡。哇，好假呀，这个妖兽，我的妈呀。谢钱壮壮的办卡。吓鹅一跳，吓鹅一跳。我什么都一样，什么都不一样。我要我骄傲的翅膀，我的神，我神的力量。我说过，神的神，这时候
你已进入一级战备状态，加油，特种兵。飞机很快就要起飞了，各位特种兵请准备。欢迎蜜糖，晚上好，晚上好。妈了个巴，居然拿箭射我，狗东西。
狗东西，我希望你可以一直来建设我啊！给我一会儿办，杀掉你！狗东西、啊！呜、哦，要死了！哎呀，要死了！叫你玩剑。好的，不学，学人玩剑。我靠，把我的龙打坏了。妈了个巴子，连个雷都没有。Love you, love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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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you. 标记了一处地点，标记了击败敌人的箱子。我需要瞄准镜。欢迎库龙。
插一枪，插一枪，他大残，在救援。真服了十七兽，你个坑货！都跟你说大餐了，你不冲？救救救救什么救？老八秘制小看宝，老八秘制小看宝。兄弟们，有零点一鱼翅的话，可以送一个大气啊！我们可以把福星人头凑一下，兄弟们，一个一毛钱的大气即可完成。欢迎好嗨哟！谢，感觉你们傻傻的的办卡。谢库龙的钻粉卡，我还有最后一张双倍新密卡，我们等元宵节那边那天用了吧，好吧。
等元宵节开双倍亲密度，到时候大家可以开钻粉，到时候就是四倍亲密度了，直接相当于升级坐飞机一样。这是我最后一张双倍亲密卡了，你们要开钻粉的话就可以趁那点开。本来就有一个双倍，然后再开钻粉的话，就相当于四倍亲密度，直接将四倍四千多的亲密度。 欢迎婉婉，直接起飞！谢谢婉婉，谢谢婉婉的钻粉飞机，谢谢婉婉，婉婉大气，婉婉大大大，美美美，祝老板顺心又顺意，天天开心越活越年轻，年年18岁，谢婉婉的钻粉飞机，大气大气。 钻粉续费有双倍吗？不知道哎，好像有吧。谢流样的办卡，续费也有吧，好像是有的。 你个小伙子！
这个逼太强啊，我擦的。开个竞猜，赌神们开始下注。今天的热身环节到此结束，开始我今天的真正的技术表演。加油，特种兵！飞机很快就要起飞了，各位特种兵请准备。兄弟们，今天没有分享直播间的话，可以分享一首直播间啊，分享直播间增加主播经验和直播间热度。你一分享，我一分享。谢谢，转身离开。有话说不出来，谢谢转身的办卡。转身离开，有话说不出来，想开，哇哈，那不血亏啊，十一级都掉没了，这不整个钻粉就不会掉了，你就可以十五级了。要死啦！兄弟们，如果长时间不看的话，亲密度会掉的。大家只要每天抽那么三秒的时间，送个荧光棒就可以了。这样子粉丝勋章就是永久的，知道吧？如果是实在工作很忙的话，又不想掉粉丝牌子，你就可以整一个小钻粉，它可以一个月不掉亲密度。好不容易升牌子升到那么多级，然后等一下忘记了，掉没了，多心疼啊！每天是十点后带妹啊，兄弟们，昨天是每周五的例行带水友。
快点舞完，舞完我要丢翻译地方了。Find the home.妖怪哪里跑？快到我的盒子里来！转身离开，有话说不出来。所谓爱和伤感，只剩意外。哇操啦！两个老六，我真醉了。怎么回事啊？现在连老六都是两个一起一起的吗？就连老六都开始组队了是吗？一个老六容易被反杀，两个老六就很安全，双重保险。哎，开门来，风雨间突遇突扬飞扬。谢繁星的月上鸡头。不要夸张，要淡定。君子报仇，十年不晚，不是今年就是明年。我老戴神又回来了。不知道他们走了没有。
哎，靠，龙没了。可恶！不要让我逮到你啊！拿着我的龙你就跑，是不是？我一定会抓到你的，将你绳之以法，把你办得顶顶的。这一把我将不再低调。哎呀！你个小老头，能跑你不跑，还割问我是不是？借钱转转，好你个死老六！老六，死老六！我不是老六，我是老大。大家商量一下，你别打我。他这是回来报仇的吧？老六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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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老六。知道我是回来报仇的，你知道你做了什么？做了什么坏事啊？啊！你还知道我是回来报仇的，证明你知道你当老六会有报应，还知道我是回来报仇的，哎！证明他知道当老六是不对的，他知道会有人来报仇，你还当老六？老六知道他当老六不好，但是他为什么还要当老六？
JC 战队 ，DC 战队 S。哥别打，哥和平相处，哥进来，进来，快点，不进，哥别打，进来，哥别打，进来我就不打，哥别打，我，哥叫老大，我叫我队友离我远的很，哥叫老大，哥我不打。叫老大，叫不叫？老大，哥。谁是你老大？老大，你。我是谁？然后，你是老大。你队友呢？队友在劈腾。你队友为什么不跟你队友在一起？我去找他们在龙狮城没了。那你给我唱首古诗词，我就不打你了，我走了。鱼和肉三五，看鸡和下手，你妈难下手，大成250。我靠，你个老妹！你听不到车声啊？你的耳朵是干什么吃的啊？上课不听讲，打游戏你也不听脚步的？打游戏打得不好，读书你也读得不好。你为啥呀？你啥都不会。背首古诗词你都不会背，恭喜奥利给排排变色11CMR。别人背出来的，他背的是正确的吗？他还骂人，他把古诗词给改了，他还骂人。我靠！我真服了，这还有个老六啊！靠背哦！这个老阴逼，不能14，不能83。进入一级战备状态，加油特种兵。谢旭东升的3张办卡。
飞机很快就要起飞了，各位特种兵请准备。这把我还是去龙狮城做大哥。我不当大哥好多年，我只求再爱你一回。我靠，为什么他飞得比我远啊？看我50发，拿捏他们，好吧，好好看，好好学，学季节，学技术，看细节，学细节，看技术。兄弟们，右边拉满，别野靠大海，在咱直播间啊，天台榜第一和收益榜第一，每周结算一次，都有一个鱼翅红包奖励啊。会直接充值到你的鱼，充值到你的斗鱼账号里。欢迎阿佳佳。哼，笨逼，娜姐开心就好，是个妹妹。娜姐开心就好，小妹妹，你吊大分哥就最开心了。欢迎双辣魂。我们绕一下，兄弟们。鱼丸太多没用就可以竞猜呀，你用了竞猜把鱼丸赢出，一赢一输拿下天台榜第一和竞猜榜第一，是不是每个周还有鱼翅奖励，多香啊。昨天亏了5000，天赌神就是你啊，大大阿姐姐。
新一代赌神，赌王阿佳佳。小赌怡情，大赌伤身啊，兄弟们，小赌怡情，小小进餐一下就好了。爱有双重魔力，越苦涩越甜蜜，悄悄地来心底，说一万次我爱你爱你，就像勇气。奔跑的小鸡，我在阳光月亮之上，有多少风雨在自由的飞翔。快杀了我吧！哎呦我的妈！我在阳光、月亮之上，有多少风雨在自由的飞翔？哎，这小子还不杀我。传说有个魔仙堡，有个女王不得了，每个魔仙都大石膏，都盼望实现更美好。一个咒语一个符号，一哭小心就溃一团糟。巴啦啦小魔仙，咒语一哭双就展开生意的一张。有爱有爱力量，我的法力变强。掌声可以让力量，我的法力变超强。Duan, Duan, Duan, Duan。搞一把妹控，好吧。让你们见识一下妹控的威力。欢迎秀才，欢迎大家来到斗鱼美男子的直播间。没错，我正是美男子本人。美男子本美，本美男。
起飞，起飞，起飞。这一把我觉得是时候该吃把鸡了啊，兄弟们。先去捡个空投吧，捡个空投压压鸡。何以解忧？唯有超级空投才可以让我解决忧愁。怎么没有亲密度啊？这个操控在军事基地。讲道理，有点远，这个操控。鸡哥。兄弟们，那个妹妹 ID 叫什么？我要想再杀她一次。专技各种不糊。妹妹说她一会要嘎我，所以我要先把她给嘎了。先下手为强，后下手遭殃，所以我要先下手为强。谢谢 BANHQ 的办卡。安吉拉，安吉拉，安吉拉。你们的操控都是我的。
每一次都晒白块孤单送现象，每一次就算是受伤也不会流光。我知道我一直有双隐形的翅膀，带我飞过雪湾，不许想他们拥有美丽的太阳。我们不着急补他，知道吧？放长线钓大鱼，杀一个人和杀一个满编队，你要分清楚哪个更重要。看到没有？抬走。这个叫做大菊瓜。要打狗杂还是打妹控啊，兄弟们？打狗杂吧，狗杂在手，下一句。狗杂在手，天下我有，吃鸡到手。还有26个人，这26个人躲哪里去了？能不能一起来打我啊？我求锤行不行？这边有人，骑龙不费油，对。如果骑龙费油的话，我一局下来，我不知道要开坏多少车。Find home, boom！ 哎呀，啾 ，bang！欢迎川龟。这哪里是手榴弹啊？这他喵的简直就是导航跟踪导弹，真的是。
跟踪导弹。小机车应该是前面有人打吧，我知道我一直有双隐形的翅膀，带我飞，飞过雪湾。我终于看到所有梦想都开挂。剩下16个人还没跳前五，也就是说还是有毒狼的，先来把毒狼给清一下。马歇拉蒂，哈喽 baby哈喽。Hello， 你好啊。Hello， 你好啊。我的妈呀，吓死我了，兄弟们！我以为我要死了。他们刚好把一梭子子弹打完了，在那换子弹，知道吧？你看我下来的时候，他们都在那换子弹，他们有没有快速扩容弹夹？然后我一手枪线，哐哐哐，打完一个拉左边，直接就给他带走了。欢迎梁一。算了，空投没什么用。这个船为什么是从停在中间的？啊！
这是替罪羊，兄弟们。哎，他这看到我了吗？不应该吧。别动，不许动，再动我把你杀掉，你还动动动动什么动？我要看看你队友勇不勇，来不来救你。In the home. 哦，你这个人很讨人厌哎。Find the home.小吃一击。你们喊六六是谁呀？这个妹妹是谁呀？吃鸡！开个火力全开，点关注，发送任意弹幕，领取海量鱼丸。昨天的妹妹，我昨天有带妹吗？我昨天没带妹妹。能十四三，能吃鸡，能骂杀，三个左边。昨天是周五啊，昨天是周五啊。前天的妹妹，忘了。你已进入一级战备状态，加油特种兵。我就这几天的妹妹，我只就记得小七。啊，对，我只记得小老许。飞机很快就要起飞了，各位特种兵请准备。
兄弟们，右边拉满，别墅靠大海。我想要杀那种满编队，现在的人都打得好分散啊！我挺想跟以前一样那种，别人三四个人往我脸上冲，然后我跳到左边打一个，然后跳到右边打一个，然后再近点再打一个，然后我再打个药，然后再打一个那种。但是现在的人全都老怕死了。这把这个航线，我觉得我可以去冰雪工厂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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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真的不是渣男，我只不过是想带每个小姐姐都吃把鸡而已，因为我看小姐姐她们吃不了鸡，所以我要带她们吃鸡。这个冰雪赛场有复活卡捡的是不是？但是他那里没什么物资。哎，操控，算了，我先去冰雪工厂吧。老六，我看到你了，老六。老六，我知道你在里面，老六。哇，真醉啦！你已进入一级战备状态，加油，特种兵！他伤害好高啊，怎么这么高？
飞机很快就要起飞了，各位特种兵请准备。上马是个意外，兄弟们，上马是个意外。谢谢只看行星的月上鸡头，上马是一个意外。给你们表演一个打鸟，谢谢雨下面的雨的办卡三连击 ，Thank you。请你不要再迷恋个偶个只是一个传说，虽然我说不懂，可是我还是要说，你不要再迷恋个个只是一个传说。没有什么能够阻挡我对自由的向往，天马行空的生涯，我的心了无牵挂。穿过幽暗的岁月，Hello， 看一下你的后面，你的后面，你的后面，你的后面。他开的全部麦，兄弟们，嘿嘿。
哪里黑啦？乱说。上次直发哥直接中了一个什么东西啊？中了10000块钱的那个，然后酸辣粉还中了一个1000块钱的那个，可能欧气已经用完了。就我黑，好吧，是我黑，是我黑。他一回头就是一个大帅哥在他脸前，本来在那救人，一回头就是一个大帅哥看着他。龙狮城这个模式什么时候结束啊，兄弟们？冲冲冲！直接冲！兄弟们冲！直接冲！敲个雷先，送他一个雷。欢迎医生哥，都可以是真的，你说的我都会相信，因为我完全信任你，细腻的细框，毛蛋般的厚松感，晒过太阳，熟悉的安全感，风向热烫，顺道试试丢下下一段，我知道暖暖的厚重感。我想说，其实你更高，你自己却不知道。真心的对我靠，不要求回报。咦，气不气？追不到我。一个人需要他过得靠，打通自己。
搞什么飞机呀、啊？要救就赶紧救，真的是。我看那个人很跳，你知道吧？那个穿白色衣服那个人很跳，我想给他上一课。我想让那个白衣服的人感受一下什么叫做给他一点希望，然后再给他带来绝望的感觉。但是他队友他不救，你知道吧？欢迎狼哥。那他肯定跳呀，他追着我打。那我肯定我要给他上一课呀，给他来一个社会的毒打。我想等他队友把他救起来，然后再把他嘎了，然后再救起来，再给他嘎了。但是他队友他一直不，哎呦，这里面还趴着。哎呦，我的妈呀，趴的挺多人的哦，在里面开会呀。兄弟，你们在里面开会吗？搞什么飞机啊？别跑！给我站着！别跑啦，别跑啦！聊个五毛钱的天，五毛钱，多了不要。别跑啦，别跑啦！欢迎雪糕，今天我就要杀你们两个人，不为别的，就因为你们两个人是龙狮城活下来的人，我要挑战你们的实力。哎，你下来，你下来。哇，你打我干啥？饿死你了！哎呦，我的妈呀，有救兵啊！冲冲冲，给我打他们！给我打死他们！再见！
哎，我没有雷，很难受。我一颗雷都没有。哎，有个渣男被炸倒了，渣男被捕了，渣男哦，你这个渣男。哇，渣男，他被轰炸局连炸逮捕，真的是，我都还没有，我今年都没有被轰炸局连炸逮捕过嘞。渣男，我已经忘记了被连炸逮捕的是什么感觉了都。还有26个人，哎，这里有人，有辆车，跟着他们，兄弟们。来，下来，十四不能发散。我犹豫了，我靠，我他妈的我犹豫了，你知道吗？我枪，我本来是想，我本来是在打药的，我想打他。草率了，这不，我这波要是有个燃烧瓶就好了。
主要是楼上那个人他是自救器自救起来了吧，为什么他突然站起来了呀？我被楼上那个人打残了，楼上那个逼他是不知道是不是自救起来了。飞机很快就要起飞了，各位特种兵请准备。Hello， 你别跑啊！来了就别走嘛，大爷，进来玩一下，不好玩不要钱。哇，真醉了呀，这个山坡上怎么有人啊？还是一个队的。你奶奶的，留一手。你已进入一级战斗状态，哇，真醉了呀！加油，特种兵！哎呀，这把跳龙狮城。做真男人，就来龙狮城。做真男人就要来龙狮城。这把给你们来一个33。飞机很快就要起飞了，各位特种兵，请准备。
我们来龙狮城一定要拿这个龙，知道吧？拿龙之后就非常的好打。